我是甜甜。嗨，我是茵茵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寻找物品的游戏，但是呢，我们会使用一个网页叫做 Emoji Screen Heart。等一下呢，它就会出题，看谁答对的题数最多。好，好，万圣节系列。这样是成功了吗？成功了，按。然后按 next 是不是？按指针来接。哦，继续吗？滑鼠，滑鼠，电脑桌，电脑桌。耶！耶！这什么？报纸，报纸。上面很多字的。这可以吗？Newspaper. T-shirt, T-shirt, 衣服，衣服。Yeah. Hey, you found a shirt. Shirt. 马桶，马桶。这游戏好忙哦，这游戏好忙。马桶，耶！我不小心开了灯。哇，我蛮强的哎！手表，手表，手表。干嘛？手表。手怎样？手嘞？手是怎样？手表。这大哥你没带手表，你的手表为什么会没有在桌上？手表，手表。哎，居然没有。手表，啊！手表。Nice job, you found five. 没了，我找到了五样。哇，我没有玩过。开始，裤子，裤子，裤子，你的可以吗？你不行吧？等一下，不行。这个是裤子吗？等一下，几秒？还有十秒。不行，叫长裤。过过，过了吗？过了。哦，然后按 next， 下一题。好，等一下，说不定又是衣服。灯，灯，灯泡，你们家是没灯泡。You found a light bulb。哎，对嘞。好，下一个。汤匙，我真滑倒。拍呀！拍呀！输了。两个。两题，我拿了那么多只汤匙，他没有一只感应得到。好，那我要继续喽。预备，开始。三。是什么？灯泡。Next， 下一个，三二，是什么呢？电脑，电脑，呼呼，电脑，呼呼呼。这里好暗哦。电脑，找到了。下一个，时钟，哦，时钟，这，它，耶嘿，完全不用跑哦。鞋子，鞋，鞋，鞋。鞋，鞋，耶！我找到了 shoes。
东西。牛奶麦片，牛奶麦片，这可以算吗？牛奶麦片，我们放在架子上。牛奶麦片，牛奶，牛奶，完了，我没法做。啊，34秒，34秒，好，不管了，我34秒，我要来做。哎、欸，我要牛奶啊，教官，快点，再几秒，23秒，快点，快点，我。真是搞死我了！这就是我们今天万圣节的鬼屋寻宝，他们两个竟然平手，都得5分。耶！所以我们礼物应该是一堆的糖果吧？没错，没错，谢谢。好啦，大家可以在下面帮我们留言“万圣节快乐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。那吃货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